健康的心脏是健康生活的基础，若心跳停止，生命也会结束。如何维持心脏健康？我们应保持血液流畅，调节胆固醇水平及血压。那我们需要什么？答案是以有效的协同效应，大幅度地增加您体内一氧化碳的生成。一氧化碳 NO 是心血管健康的重要分子，它可以在人体内自然生成。然而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缺乏运动、压力、生活忙碌及营养不良，将导致体内的 NO 大幅度下降。隆重推荐 LX Young， 协同效应以促进健康的循环。L 精氨酸及姜黄素的协同效应，促进体内 NO 的生成。获得专利与奖项的姜黄素具有独特的递送方式，比普通姜黄素更容易溶解于水中，同时提供高达四倍的生物可用率。姜黄素可增强 L 精氨酸的生物可用率，并促进 NO 的生成高达40%。通过维持体内最佳的 NO 水平，有助融化血栓及舒张血管，以溶解血斑，修复受损血管，并恢复血管弹性。姜黄素有效调节胆固醇水平，降低总胆固醇，有助减少心脏病风险。姜黄素提高过氧化氢酶的活性高达72%，以增强抗氧化防御，并减少氧化应激。当血管破裂时，活化的血小板变得呈带刺状及极度活跃，并彼此粘附在一起。专利的番茄萃取物 TAE 是首个获得 EFSA 批准的天然心脏保护功能成分。 TAE 平滑刺状血小板临床研究显示，在摄取 TAE 的一个半小时后，可防止血小板聚集，且效果能持续超过12小时。 LX Young 促进 NO 的生成，让氧气及所有营养物质顺利地输送至体内所有的细胞，让一切协调得更好。 LX Young 的自我评估结果显示，血压和胆固醇水平获得明显的改善。激活人生 LX Young 协同效应，以促进健康循环，有助增加您体内一氧化碳的生成。